多谢你收看我们的节目，如果喜欢，请记得给我们点赞，同时请留言支持及订阅我们的频道。焦点是一个推广知识共享的综艺网络平台，你绝对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内容。影片资讯栏有主播的网站专业连结及联络方法，更可以领取网站免费公开网课，名额有限，把握机会。咁好啊，跟住然之后啊 ，Sugar， 咁佢咧就问啊，师傅，跟人入主新药甲神系咪冇财运呢？哦，新药咧，你好彩你有个神咧去帮翻你喎。咁如果你系药金嘅话咧，有神土咧，咁啊即系啊，你就变咗唔系太弱啦。系嚇，咁你咪即係把握下機會，即係尤其是有土嗰啲月份咧，咁你可能會即係有少少偏財咯。嗯，哦 ，OK， 咁啊，跟住然之後阿 Daisy 撈啊，佢就問喎，屬兔算唔算係沖太歲喎？今年就唔算啦，2024年都屬兔咧，就應該係見到只雞就沖太歲。係咯，你見到條龍咧就唔係沖太歲。係啦，咁所以我都係呼籲大家，即係你問得呢條問題嘅話咧，咁應該你就係聽錯嘢啦。咁你喺翻焦點視頻嗰度隨便揀翻一條十二生肖流年運程嚟睇啦，我相信應該就解答到你嘅疑問啦，係咪？咁好啦，嗱咁咧，有一樣嘢我啊想問下師傅啊，頭先你提及到咧，就係話，帶翻一啲咧相應嘅生肖嘅飾物啦。嗱呢度我諗師傅唔介意我講嘅話，其實咧即係我都有時我都會邀請啊，即係唔同嘅玄學家咧，即係可能例如話會拍攝下一啲可能流年運程啊，咁去俾大家去睇啊咁樣。咁啊，例如即係我邀請師傅嘅時候咧，咁啊師傅就唉，我唔係好想講生肖咁樣，係嘛？咁但係，生肖嘅飾物又係可，又係你又會去提及嘅喎，咁樣個分別在於咩咧？我就唔係想講生肖嘅原因咧，就因為即係你八字之中咧，生肖佔嘅比率咧、比重咧。就係好細啫，即係你淨係睇生肖，你就睇唔到其他嘢咧，就好多嘢咧你睇唔到嘅。咁啊，但係咧又我哋每年個流年咧影響生肖咧係有嘅。咁譬如你沖咧嚇，譬如你話你屬狗，咁啊你見到條龍年嚟就沖太歲，沖太歲就會引起好多變化啊！即係一個走動啊，即係啲咁嘅嘢，亦有意外嘅因素喺度嘅。咁尤其是呢個神術咧，就叫天羅地網。咁即係天羅地網一衝起上嚟咧，就可能咧就係會大家要小心咧，就係土方面嘅意外啦。咁所以你話係咪？近來又多咗地震咧，嚇！即係所以咧，就係即係如果你係個生肖，譬如你係屬狗嘅，狗同龍沖咧，你就要小心啦。你帶翻只雞咧，就合住嗰條龍嚇，等減輕個沖。咁另外一樣嘢咧，就最好唔好爬山啊，唔好去啲山窿啊，或者去探險啊嗰啲即係土多嘅地方，沙漠啊呢啲地方啊，嚇！即係最近都多咗呢啲新聞啦，嚇！即係你行山，好似話印尼咁啊，火山爆咁啊，都死咗十幾人啊，嚇！咁啊，除咗狗之外咧，就龍都要注意喎，嚇！龍見龍又叫刑太歲，又犯太歲又刑太歲，咁啊，所以咧就係做即係我哋傳統咧減輕呢啲。迎沖咧就係帶翻只合嘅動物啊，咁個道理就叫貪合忘沖，啊，即係話個動物咧有嘢俾佢合咧，佢就唔會嚟沖你啦啊，咁所以就帶只雞咧就係有好簡單嘢啦，咁點解咁少少保障都唔做咧？所以我咧都即係提倡咧，如果你係個八字有狗啊有龍啊呢啲咧。就一係迎太歲，一係沖太歲，所以就要帶只雞。OK， 咁啊嗱，即係有個觀眾喎，佢就問喎，龍城啊都犯太歲喎，係唔係咧？
只要佢犯太歲咧，我就話你同個生肖，你自己嘅本身生肖同嗰流年重疊咧，先叫犯太歲。係啦，唔係你話就係啦。係啦，係啦，係嘛 ？OK， 咁好啦，咁啊跟住然之後咧，啊呢、這個咧，佢就想問啊胎撈啊，佢就問我師傅想知個甲申日柱嘅運程會點咧？有冇得咁樣問？咁即係資料唔夠咯，太少資料。因為我哋就知道你係冬天嘅木啊，又話係春天嘅木啦，又話夏天嘅木咧，即係你係強木又係弱木咧，嚇，即係我哋要知道咯。嗯，甲申咧就只係知道係下克上，下克上咧即係話啊，如果你男仔咧就會怕老婆啦咁解。啊 ，OK。如果女仔咧就怕老公管住你啦咁解。系啊，好，跟完之后阿思思啊，咁佢咧就问喎，股市啊，即系香港股市啦，我谂喺立春前啊，会唔会有一波跌幅啊？立春前二月四号，会滞，会滞，但系你话系咪大跌咧，就应该唔会大跌。哦，应该，但系咧就唔会话有咩大升噶啦。系，冇谂啦啊。OK， 咁啊，希望解答到你啦。啊 ，USA 講開呢個甘肅嘅地震啊，真係啊，師傅，即係我都覺得啊，呢一個係嘛，即係二三年咧，即係喺我嘅記憶所及啦嚇，兩個地震都真係好勁嘅。第一個就是土耳其嗰個啦，係嘛，年初嗰個土耳其嘅地震啦。咁我哋香港都特登有派到一啲嘅救援隊伍過去啦。咁啊，然之後咧，今次甘肅呢一次咧，又係我自己覺得都係非常慘嘅，因為佢最慘咧就係第一佢個地震帶係淺啦，第二就係佢發生嘅時間係凌晨喎，大佬，大家瞓緊覺嗰陣喎，所以即係你話喂六點幾級，其實唔係話一啲咩好勁嘅震幅，但係個問題就係、是。即係都死咗有三位數字嘅人數，咁呢個都係即係一個好唔見、好唔想見到嘅情況。二四年都係即係又係甲辰嗰個問題都會有係嘛？有龍年通常都地震，唐山大地震就1976年啦，就係辰年啦。係咁啊，所以龍年，所以我哋成日都話啊，龍年啊，對中國係麻麻地嘅啫，因為即係天災橫禍比較多嘅。是啊、尤其是这个飞星呢就是三入中宫，三是代表地震、中宫代表中国、所以呢就会陆续有来的。还有经常都说龙九是天罗地网，死得很多的、就是这些贵人不临嘛，即是没有贵人来打救、所以唯有靠自己、还有你幾個出名的領導人都是龍年死的，是周恩來、毛澤東、這個朱德，全部1976年死的。是哦，所以其實可能是不是又因為這樣呢，有時候的事情就是個意象的問題，即老實說一句、例如好像、李克強、都是領導人之一，是的所以當一踏入了十月之後他就就過身了，是的，是不需要等到龍年，都說已經來年流年逼盡了嘛。是的，是的，咁啊，所以即係呢個呢啲咁嘅意象啊，絕對值得大家去參考下。咁即係大家密切留意一下，係嘛？就係話呢幾個月發生有啲乜嘢，嚟緊就會又會發生啲乜嘢。有冇話個嚴重性啊？會唔會大啲或者細啲咁樣嘅咧？應該就即係好難比較啊，係咪嚴重啲？但係都係即係嗰類型嘅嘢就會發生。係 ，OK。多謝你收看我們的節目。如果喜歡，請記得給我們點讚，同時請留言支持及訂閱我們的頻道。焦點是一個推廣知識共享的綜藝網絡平台，你絕對可以找到自己喜歡的內容。影片资讯栏有主播的网站专业连结及联络方法，更可以领取网站免费公开网课，名额有限，把握机会。